第183课，我要呼求上主及我自己的圣名。你确实是有福之人，我是你所知的耶稣。这听起来有点疯狂，不是吗？你需要做只是使用上主的圣名，呼求他来到这里。事实上，你与天父之间有一条快速道路，只需透过这个祷词或称咒语，你就能直接连接到万有。你只需在一整天的活动里不断复诵，我可能正在洗碗，可能正在煮晚餐，可能正在电脑中输入讯息，但我的心思是在另一个地方，我的内心是在另一个地方，我的家是在另一个地方。我呼求你，上主，前来带给我超乎一切理解的平安。你会体验到平安的，尤其是身处困境或情绪被挑起时，请使用这句话。请勿陷入地狱，也就是陷入战场，而是透过这个高振动频率的话语超越其上，进入与天父连结的地方。今天你与我们一起在这里，可说是一项奇迹。你继续选择这些课程练习，而不是世间的诱惑，因此你开始感觉到自己日常的生活及想法有显著的不同。如今你在这趟旅途几乎走了一半，而且正开始收获你的付出后所带来的回报。这就像是去健身房锻炼了半年的人会开始看到无可否认的转变，你也是如此，亲爱的朋友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开始改变你的内心及心灵，并重拾你与天父的连结。我是你所知的耶稣，我们明天再续。